啦啦啦，今天拿什么玩呢？这个吗？不行，上次玩过。就拿这个冰淇淋。很好，冰淇淋是最棒的。出发，走了。朋友们快来呀。哦，来了。请给我们准备最好吃的冰淇淋。哦，最好吃的冰淇淋。OK。的黄色，喵喵喵喵喵喵，太好吃了！哦，我的呢？请等一下哦，你的在这里。哇，还给了好吃的猕猴桃呢！哎哎哎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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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吃饱了！请来结算一下吧，多少钱？这位客人是20元，那小艾丽呢？小艾丽的也是20元。凯文呢？小凯文是10元，一共就是50元喽。我没有钱。哦，是吗？我也没有钱。等一下，我去找妈妈要一下钱。请帮我们结算一下吧。10元、20元、30元、40元、50元，50元哦。欢迎下次再来，拜拜。凯莉泡泡成长第一课，泡泡好习惯，宝宝好成长。别忘记整理哦，玩具朋友们也要回到温暖的家中。凯莉，你就这样把我们放在这里吗？我们也要回家呢。对不起朋友们，我马上带你们回家。朋友们，及时整理，请打扫，爱护玩具你我他。